完了。哎呀，那驾驶室上高，哎，我一掉落了，把他甩到驾驶室高。慢点，还可以啊。楼梯劈了，这应该去不去？得头了，二。落不去了。这个、场面，四平房便条啊，谁也别问这儿来了啊，走不了了。一会儿就来人了，来人了，再砸六去。我操，这家伙这着火了啊！你看这家伙，哈！赶紧别干了，我操！哎呀！好出来呀、
看一下，太他妈危险了啊！已经陷下去这么深了。老司机，真老司机。看哈，这样样子个。哦，牛皮了，牛皮了。哎呦！立即上来的了，再来十点立即上给的了。
行。